衰多少？我前年拿了三张超级 B 耶，太过分了。不知道哎、欸，来继续逛啊，前面还有啊。在这个后面、啊，这里妹妹。哪里有玩具？他说他还没找到。哦、那你只在这里晃晃，就在那边、啊，妹妹，在另外一边、啊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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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些泡泡是娃娃。这个就不是娃娃，就是袋子，就是袋子，就是小袋子，它里面可以装东西。哎、欸，我们进来什么都没做，就逛商店了。好，我们再往前走。真的在买娃娃了。这不是娃娃，这是皮包。那是皮包，好啊，你自己决定啊。这个是几元啊？几元啊？我看一下。嗯。这个皮包要118块哦。可以买啊，你自己决定啊。你要买？你还有400多块，你扣掉118块。那接下来就剩几块？剩下啊，300多块吧。剩下3块。来，你拿去给妈妈。他说他不是玩偶，他说他是，他不是玩偶啊。他说他不是玩偶，他是皮包、哦。对，他是皮包啊，对，他是皮包没有错。哇，这么快乐！不想买，今天我现在不要买玩具，我要买这个。